抽什么抽呀？哎呀！哎呦！哎你怎么把我拉我的？好痛啊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掰这个竹子，你没看路吗？看啊，我还看到你啊。看到我会捅到我吗？捅得那么痛？有可能捅到你吗？怎么没可能？是你那里捅到的。有这回事都有？是啊。你看现在怎么办了？那算你说是真的。本来就是真的。那去医院看一下了。怎么去什么医院啊？这里都没有医院，这荒山野岭的去哪里啊？前面一点就是了。前面是人家家里，我才不去呢。我不管，你给一点钱就行了。给一点钱呢、啊？好痛啊！我看还是去医院看一下，安全一点。去医院那种地方，我告诉你吧，去那个九流城的话，没有一万块钱，你根本都是看不了的。你又不知道医院那种是什么地方。那现在你打算要多少？现在我打算要2000就行了。两千就行了。对呀、啊，我去药店看一下，买一点止痛药就行了。行不行啊？这样不安全的哦。安全，以后有什么我不找你麻烦了。快点上那么大的腰都、啊。你要想清楚啊，钱赔你是没问题。我知道，快点给啊，2000块又不多。2000。到了。有什么事我不要叫我回来啊，不叫了，快点走了走了、啊、我先走、啊、今天遇到怎么倒霉的事啊。嘿，那个老头这么傻了，真轻轻松松又赚2000块，今天又发财了。嘿，我也走回家去了。